还没报道林心如和霍建华幸福完婚后育有一女小天使，产后迅速产肉成功，复出后纤细模样惊现众人。平时积极运动的她，22日晒出在健身房的素颜美照，却因为文中提及我的男孩，引来网友误会有二胎了，意外掀起不少讨论。林心如22日在脸书上发文分享一系列在健身房的自拍美照，在镜头前大方露出素颜美肌备战倒数，她似乎正为了新戏拍摄努力运动当中。引人注意的是，林心如在文末特别标注我的男孩，引来众多网友好奇，是只有我解读为有二宝了吗？怀上男孩了吗？其实林心如下半年预计开拍新戏，该部戏名其实就是叫《我的男孩》，并非是有了二胎。她不仅将和小鲜肉张轩瑞合作主演，也在该剧挂名制作人，令网友相当期待她将在新戏中的表现。